使周与秦合而别，别五百载而复合，何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？你以为你离寡人已经很近？魏主大王手握王权，一统天下，臣纵九死犹未果。所以得让他明白啊。 大清男儿，勿忘东出，兴我大秦，一统天下。以后是千秋万代，每一户人家的窗台，我大秦明月必能朗照之。